你知道吗？真正的鸡米花是不放面包糠的。鸡胸肉切成小块，放入盘中，加屏幕上的家常调味料，抓匀腌制半小时。酥脆的秘诀就是这个炸鸡裹粉，鸡胸肉先裹一层粉，蘸一遍水，再裹一遍粉，抖出多余的鳞片，油温又成热下锅炸，小火慢炸2分钟即可出锅。这样做的鸡米花外酥里嫩，大小朋友都喜欢。